迄、那个，哦，我大家都知啦，哦，啊，我请教咱这个周科长啦，哦，你即马头下讲的哦，无啥清楚啊，哦，即马这个殡葬专业师这部分哦，算爱你啊，在地主啦，哦，啊，来讲较清楚来讲，有要做殡这个殡葬专业师是会做火葬场哦，还是讲迄、那个做垃圾场？咱国小。那个新光派出所后面殡葬业，我刚才嘛看到嘛惊到，阮住伫腰后壁，遐土地嘛无人爱。是阮地区的迄个啊，在人咧土葬的所在，阮来有机会讲要去做做啊，做火葬场那个啦，啊是伫迄个所在，起码讲要做工，啊以后是。你也会讲机会去做，啊，这个火葬场啊，袂问题一个啦。这个殡葬专用区会做火化场。就有三个人不同啊，哦，这就是说，啊，你若要查某有关这部分哦，伊原来本来拢家己的队啊，哦，这你讲，大家拢知道讲部分拢本来拢家己队，这部分继续维持更低啊，你卖平淡，我甲你，所以讲保留伊的健康，啊，无你个增加，第二第点不可能平淡，所以所在啦，这个所在，我规第二我非常规矩，但简单。叫健康可以使用增加，吼、哦，即道为咱设置火化场，吼、哦，咱即款讲火葬场，但是伊变作变作一个火化场，吼、哦，阮准备全都为了要开发的嘛。